走四季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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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四季辛苦了，对对。在的同志，我看也是中年以上的多啊，你们都是亲历者，对，是苦中的三十年，啊，我们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多年，怎么走过来的？刚才我看那个特别感触，就是那叫泥潭路，烂泥路，烂泥路，烂泥路，这边是烂泥路一个夹道，这边就是那个明珠塔，东方明珠，对，是吧？当时那么一种差别，现在浑然一体，沧桑巨变。对，这个我说更应该让我们的年轻一代啊，他一生下来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的，了解了解几十年之前、三十年前、七十年前中国是什么样子，为什么现在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，要珍惜，而且呢要看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，改革开放是奋斗出来的，对，也要这么参与进来，是吧？这个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，把第二个百年啊，让它能够光荣的实现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说得好，谢谢，欢迎进来，欢迎进来。我现在每年都来一次。欢迎总书记来。欢迎再来。欢迎再来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总书记。